此时此刻，可口可乐，本节目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。朝阳公园，知道朝阳公园赫赫有名，没来过。咱们是要找老大爷，就是每个人各自为战嘛。不用各自为战，有人赢就行。来吧，我们第二天。秀色可餐。这个词儿，这道菜呢也不是咱们就随便就吃了。嗯。又要干啥、啊？因为咱们今天起得特别早。嗯。在北京就有好多大爷特别爱溜早。就早上遛一遛的意思是吧？对，遛鸟的，做操的，玩这个那个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北京一个小文化吧。对，所以咱们今天呢，就是要跟这帮大爷比这些东西、啊、跟他们比这些啊。对，赢了咱们才能秀色可餐。行，走啊，走吧，出发。哎呦，乒乓球有没有人打得好吗？嗯，打不好。这么着吧，会颠球吧？会啊，咱俩颠到下一个项目吧。OK OK。谁那个掉了谁背弹一个脑瓜崩？为什么咱俩要加这项目？啊，剩下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弹，让他再猜是谁弹的，没猜中再来一下。我们不是飞行吗？好，老秦闭眼睛。闭。准备好，我们要弹了。什么？你闭上眼睛。准备好啊！你打人头发呢？不是，你头稍微有点挡着。等会儿。好，我把它弄开点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、三。睁眼。行，好疼。谁？是谁？你猜。肯定不是他，因为他弹的时候肯定有指甲声。你像我手里拿着乒乓球拍呢，我怎么弹？我是空手。你弹的，好，再弹一下。再弹一下的，因为他猜的是你，你得弹他一下，因为是我弹的。三，你直接就弹就行了。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，这下就别下手了，这下肯定出手了。闭眼吗？还？我知道是你弹的，不用再猜了，当时。快走，快走！你还个老辈儿吧，还个老辈儿吧。哎，我刚才没哈气。哇！哭了，人都不行了。一点不作假吗？不，真人秀吗？过来，啊，再颠一波球。急眼了，急眼了。报复心太强了。咱们先看看有什么踢毽子，来踢毽子。哦，踢毽子不行，那个太难了。他们感觉都踢得很好哎。直接混入怎么样？试试呗。就直接就
干嘛？拿拍子啊？干嘛？拿会儿来。来，走。哎，对，女孩行。但这怎么比拼呢？可以，咱们两对俩。两对俩就是 PK， 你们四个也行。你派两个跟我们组合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也行。那我们这样分，您四个，我们四个。啊，可以。输的那支队伍就中午吃不了饭。好嘞。哇，好球！好，好。太棒了！过了，1-0，好，这1-1太远了，后边有界限，后边也得有个线，后边这么多人呢，跑呗，跑啊！你说的，你知道我原来是踢足球的，别那么累，别踢不着啊！刚刚也不是故意很远的，能接着，他要踢死我们。哎呀，哎呀，过了，真过了，这件儿这毛还在这边呢，肯定过，心疼大哥吧，绝对过，那么难接都接这儿了，就是，哎，陈同学，走，好，陈同学，嘿，走。哎呀，咋过不去呀？嘿！哎呀，咋过不去呀？走，走，姐，姐，漂亮，漂亮，走一个，姐，姐，啊！有你，好样的。哎呦，漂亮呀，玩命呢！来，姑娘，哎呀，劲儿赔啊，多少钱？毽子坏了没事，你别把腿比了。毛的，这不是个美食节目吗？讲完了，这么大运动量子，没事吧？快接了，接了，几点了吗？没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我们带好多毽子，加油，我们已经落后了啊。好样的！哎呦！谁赢谁就赢了啊！来个刁钻球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了，看见，过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行，恭喜你们获胜，恭喜你们获胜，你们赢了。中午吃那个秀色可餐，我们到时候帮你们服务。好嘞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来，别，这好的你们拿着踢，你们聊着，还送我们俩件儿啊？对，留着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那咱们去试试别的项目，看一下下个项目还有啥。弄热了，开个车，扫一车就够了。我怎么到哪儿都是司机呀、啊？哎，我想开这个，那我不给。累。再看看这一路还有什么项目。哇，这个大爷厉害，一圈一圈的抡。
果然有这种大爷。我看会儿呗，要不看会儿看会儿。哇，这个，哇塞！哇哇哇，好快！哇哇，厉害厉害！大爷下来了，有新的大爷了。慢慢慢慢就抡起来了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海盗船！哇哦，厉害厉害！哦，刚刚那位大爷是手的，那是脚，脚的，嗯，完全没练过的人，这会儿可以感受一下，感受啊！啊，你现在钓个试试，一会儿。咱谁？他下来，你正好上你。谁倒钓哈？哎，一会儿没事，别着急。好，是是不是现在？不知道谁推我刚才。行，不是我。我们谁也来不了。这倒掉会冲血哈。没事。没事，啥一会儿就消散了啊？会晕不？不会不会，没事。他好像可以。我不行，我不太行，我不太行。鞋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先，我教你，教你怎么做。是我吗？教你怎么做。我们俩其实赢了刚才。来，给你做个示范。脚啊，把绳系好，不容易脚啊这个滑出来哈。对，第二步呢，上一条腿，贴着这杆子上去，再一横，我这就好了。这个也是，这勾住，哎，这样，合适以后松手。哇，说的哇，我待会儿就这样的，很轻巧。先在脚跟，在脚跟下来以后再。好，蹬着呢，腿蹬着呢。我从这么走，那三人给你拖着你，天哪，天哪！说，救救师傅！我上，我上，没问题，保护着你呢，保护着你呢。哎，登上好，松一手。啊！你们别走，别走，永远谁都别走。不会的，来慢慢体验一下。我不想，来慢慢体验一下。感受感受，睁开眼吧，合适吗？没告诉你，晕了晕了，行了，好舒服好舒服，好舒服，来行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下一个，第一次有点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走，走，他劲儿还疼呢，那三人给你拖着去，哎哎哎哎，往上推。收入，好，别讲了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其实今天挺遗憾的，要不是这鞋原因，我都悠起来。你待会儿你玩一这，好，这动作看，这也不耽，这个不耽误鞋。这不耽误鞋吧？对，这不耽误鞋，这不耽误鞋，这跟鞋没关系了，没关系。你试试这个，你试这个，我合不起来。试这个，你试这个。来，腿蹬着呢。好，好，漂亮，接着。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。撒手，哎，来，慢慢摆，摆一个，哎，好，晕不晕？晕不晕？你想吐？那不行，攥住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想当司机，我想当个司机。这个我们怎么挑战得了啊？我们。咱们整不过呀！你们几个练练悠悠大回环嘛。今天可算被你们逮着了哈，平时没人过了。大爷，平常你们撞树吗？就是，我们就练练这就行。这也行啊，这也踏上去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可以练腹肌。练腹肌。对。
腰腹力量，这个确实不好弄，搞不了。教你一个这样的倒立，又有倒立，我就不学了吧？还教？不学了。但我们平常生活的这个区域在这一块，确实不在这一块了，太高了有点缺氧。那你可以把这俩手啊。啊，过来腿上去吗？再做一个，给你打个样。哪个？又看哪个项目？就把腿搁上，哎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说，对呀、啊，你这样吊着不也一样吗？嗯，都是基本功啊。玩个简单的，我玩个简单的。对啊，这个横着走。这比那还累。这不累，好累啊！横着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胳膊没劲儿。这个我行。来，来往前走，来往前走。你也是没啥劲儿哈。给你们，整不了。太难了哈，怎么挑战得了啊我们？怎么办呢？那师傅教你倒立，又有倒立学了。一二三，他是把脚啊，各个窝搁这儿，这也是搁这儿。手扶着这个，你看啊，把脚勾着这儿，勾住啊，勾住，然后再撒手。哦，就这么挂着啊，倒挂金钩，哇！哦，下来了。那我们有人能做这个动作，就算我们挑战成功了，好不好？行，可以。这个我整不了。好，我试试啊，我不会砸下来吧？人砸不下来哈。没事。好。撒手，撒手，没事，撑地。迪哥，你行吗？迪哥，嗨，漂亮，看你能做多长时间啊！好坐，越放松越好。你30秒。是可以，不我们算挑战成功了吧？可以 ，OK， 漂亮，哟，还多一项目，好，我成功了，好，哎，特棒，小伙子行啊，小伙子，这不难，这个只要你天天练，行，谢谢各位大哥，太厉害了，等我练好了再来，好嘞，这我知道是谁的，是您的吧？对。这我特意记得呢。我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，我们更年轻，显得你们显得比我们年轻。对，真的，太有活力了。从早上锻炼到这个时间，真的挺厉害的啊。但是你看人家的体态维持得非常之好。其实大伙儿就是除了工作日之外，周六日可以培养这种爱好。是的，有个兴趣爱好真的是好事儿。吃饭喽！吃饭。但是去吃饭。但是我们没得吃。我们有的吃饭。好像只有你没得吃。嗯、我挑战成功了。也行吧。别！迎接另一个晨曦，带来全新空气。气息改变，轻微不变，茶香飘满情意。我家种着万年青。此时此刻，可口可乐。困意有点袭来了呢。晚安。还没进主路呢，困意就袭来了。打了自己一耳巴。哦，我以为打板儿了，直接睡了。
节目叫朋友请睡好。537的旅客，咱们到了，真的该起床了。到。烤鸭，是烤鸭吗？秀色可餐挂在那儿，好漂亮啊！就是烤鸭，又被我说中了，直接又睡着了。怎么开的那么稳当啊？你说说你。我们是去哪？四季民福啊。但这家肯定别有一番风味，走。四季民福，哎，这个地方好漂亮，哇、哦！这个景观位，护城河，哇哦，正对东华门，好好这个位置可遇不可求，好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！哇、哦，这里真的很好看，这地儿太好了，这可以喊吗？跟对面，哇，那还有阿哥和那个格格，拍真拍戏还是穿着衣服在那溜达的？溜达。好，哎，让他来呀、啊，他来菜单，他不能吃啊，哦，不能吃还得点，哦，把你最爱吃的都点上来，一个不能吃。四季民福的烤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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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味的烤鸭，干炸小丸子吃一个吧，好，哇，爆肚，好，这个整一个吧，口水鸭肠，好，北京味道吧，一大碟儿。好，鸭肝酱配面包是不是这儿的好拿手好菜？好，我再最后看个狠的，看个狠。1688这个大份13条的这个，这顿饭是我们请是吧？对啊。不好不好不好。说到这个，这个撕开就2块哦。啊，我不能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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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用，要用手脏，待会儿吃烤鸭。哎，咱们四个用一个吧，咱们用一个好不好？多埋汰呀！没事，不埋汰，不埋汰。那我先用。哎，还真够，里面还真够。说餐具咱用几副？一副，咱们都用公筷。我有的吃吧，能吃吗？不是，规则不严谨，前一上午白干了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谢谢，可乐来了，谢谢，来，谢谢帮我们订了这么好的景观位置，让我们感受这个四季民福。此时此刻，可口可乐，大家一起喝一个，来吧。哇，好爽。啊、哦！我们刚看着那景儿，静逸下来，然后就，哦，大家下来，上个菜啊，干炸丸子，北京名菜，现吃现炸啊。对。还有一个鸭肝配面包片，鸭肝酱配面包。招牌菜京味爆肚啊，等于新鲜毛肚当天做，然后配咱们的麻酱，还有这个花香菜，还有麻酱肉一起拌食的。好好好，你也可以把这全部倒在一起一起拌，一起拌吧，一起拌。辣椒也放，搞里头，都搞了啊。要吃葱的自己弄碗里。对对。底哥，你先尝一口，这个如果好吃，咱们就允许他。我看看。可以，好脆的这个。这个我有资格吃吗，各位老师？我们先尝一口。
蘸哪个酱比较好？酱油吧，原装是椒盐。椒盐，嗯。这俩都好吃，不开玩笑，这俩都好吃。嗯。哎，你这蘸点椒盐，你刷点这个酱，夹成个汉堡，你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创意吃法嘛。还有这个菜，你得配点菜吧，黄瓜什么的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咱太多酱了，多酱，多加一枪酱。OK， 多加一枪酱，他用什么枪？就是会搞。哇！哇！哇！好吃，真的好吃吗？好吃。啊嗯。好吃啊，嗯，吃不吃一个？要吃。他好诚恳，他好诚恳。嗯，要吃。你刷嘛？吃吧。你吃吧。多刷酱。行。来，我给你压啊，你自己拿一片把它压了。这么沉吗？这丸子都沾手上了。你的鸭酱少。嗯嗯嗯，还想吃吗？你吃这个，好不好？好。你想吃的是这个吧？对。那就吃这个。这是迪哥给他的一个机会。吃吧。好吃。嗯。一定得吃现炸的。嗯，不错哈，我真觉得他家没有什么可以踩雷的菜。这个好吃。陈中学买，趁着大家不备，什么菜都吃起来了。啊，没有啊。第一筷子了，每道菜第一个动筷子，现在已经是陈卓璇了。他不动筷子，我都不好意思吃。让他叫可爱的小亮。饼来了，吃吧。可以吃了啊。小雪。嗯。太享受了。人家包那个饼都是细肠，他那饼真憨呐、啊。人包的饼不都是细肠，他那饼可太憨了。那怎么能那么？因为他鸭多呀。鸭就半盘。那个鸭凑起来是一颗鸭腿的量。他们家烤鸭是不是挺好吃的？好吃。就是挂炉的特点就是脆。那焖炉呢？我自己觉得口感上稍微就软一些。来来，咱们这粉丝鸭汤，鸭脚汤。哇！这我们的招牌菜蜜汁酥皮虾，加入香甜脆爽，请您品尝。是不是你想象那个味道？
秀色可餐嘛，你心情好了，你视野开阔，你可能是饭量也增加了，然后也有点饿，因为刚从那个朝阳公园运动回来嘛，所以今天的感受是非常之好的。司机民服整个这个体验感非常之不错，每一大家都吃好了哈，嗯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往哪儿去呢？第三段有一个叫001，零零一，像门牌号啊什么的。中间会有一个小环节，然后再去吃我们的第三顿饭。需要去一个地方叫留学路，德云社的演员都非常爱吃的一个食材，然后你去靠声音找到这个食材。那。哇，好脆！脆的，但它不是那种大脆，它是小脆。咬下去那一下，好大一个饼儿，咔！反正就是一个特脆的东西。嗯。景哥，我们开始工作了。忙碌了一整天，夜晚终于回归自己的生活。你们还真吃完了，这不是等你来买单吗？骗你的。白天努力活着，晚上认真生活，这就是我的此时此刻。可口可乐，来来来，再来一轮，再来一轮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你们就在这儿找就可以了。走吧，肯定很脆的那种。老北京烧饼，嗯，有戏。老北京烧饼有戏。麻酱烧饼、椒盐烧饼，是烧饼不？德云社的烧饼。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吧。这条街特别长，如果说是这家的话，咱们走过去是这家，咱们还得走回来。咱对，而且咱们必须得紧走到最后。对。椒盐烧饼，我觉得没那么快，肯定没那么快。对。哎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这个爱吃吗？那个。你听过这声吗？这个声也脆。好吃哈，好大一包啊！这个一包多少钱？7块钱。7块钱一包。来一包，大家一起吃。来听一下这个声儿，我感觉有点像这个的耶。来来来，嘎嘣脆的，很好吃的，是不是这个？你这个能嚼23秒都那么长吗？不能，还真不能。这个一下子遇水则遇口水则溶了，遇水则化。来吃点吧，这个我也挺爱吃的。你要买爆米花，我都觉得你俩要看电影去。再看看啊，啥呀？是什么啊？买了，好干。你买了个什么啊，妹妹？哦，鱼。哎，你好哎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你有尝吗？脆不？这炸？还没吃呢。哎，你吃一下，我听听看。就是我们要找一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只知道它的声音。你在录节目吗？啊，对。嗯，我看你这炸鸡，你还在拍这个炸鸡呢。对。你咬一口，咬一口。好像。哇！
就是它，这什么牌子？它叫老北京炸鸡。老北京炸鸡，中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就是这个吧？就是这个。就是这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巧了吗？这不是？吃了。就是那个老北京炸鸡，就是那个老北京炸鸡，就是那个老北京炸鸡。那我们来这儿看干嘛？我不知道来这里干嘛，我找到了老北京炸鸡。就是那个炸鸡，那个皮特别脆，特别脆。杨迪，你控制一下你自己。我好高兴，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吧，就是这个。你们睡完了是真的有精神啊。哟喂，这不是老北京炸鸡吗？就这个吧。是不是脆不脆？脆吧。好脆。就是这个了，我准备买了。这个好香啊，是这个吧？肯定是这个。这是什么啊，老板？我们来一个这个。好，我们要这个。我们先付款吧，多少钱？哎，迪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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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来了，迪哥，迪哥，我们来了。哎，中了，中了，我们来了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我们来了。一点都不推搡啊！太快，就这么快，咱们再稍微演一下，推搡。你稍微那，哎呀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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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你别来，你们来，真你们来，我不来，没中吗？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吗？啊，就是这个，但是真的，但是你得买，就不是这我这我这，我以为真是这个，我都高兴坏了，因为刚才那个女孩吃的时候嘎那声，确实特别，确实特别像，你们俩吓，不是这个啊。嗯，走过没？没有，这真的不是我们爱吃的。居然不是这个，我好气，我还在那儿嘚瑟半天。慢点儿。哎。炸好了。行，谢谢，拜拜拜拜。来，好嘞好嘞。哇，来来来，你听这个声儿。嗯。一点声没有啊。那女孩。那块怎么你们买的可能不是一个东西，对，它可能是鸡柳，一点都没有，哭了都要，到底是啥啊？是不是这个？煎饼果子。行，不是这。那前面这个原来有个叫这个宫门口馒头，好像就特别。这个馒头会不会咬下去？特别软。往前走吧，先。自制。薄脆现炸，走快走快，肯定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走吧，这顺走吧。香酥牛肉饼是这个吧？您这儿有没有德云社的人老来买啊？对，有。啊，真的，他们买什么？这椒盐烧饼。这不能这么问，你对不对呀？买一个椒盐烧饼呗。谢谢。这个还挺酥的，酥，你尝一口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但没声啊。你要吃，那我吃甜的吧。仔细听，肯定有声。Listen。哦，这个还真有，真的有声。然后就没了，一下就没了，放到嘴里就没了。它应该是氧化了。不对，这不是月月吗？这你们师兄岳云鹏。说实话，像不像？你长得确实挺像的。6月13日起，每周二中午12点更新，会员抢先看48小时。快走快走，哇，这好好吃啊！这都这，哎，这过了美食街了呀。对呀、啊。你们从那么边走到这儿这么远啊？天，德云社，我们天桥总店就在这块，在这一块，就在前面，就前面左拐500米。您买的炸鸡，
这个烧饼的确我们会吃，但是不是常吃，不是说大伙儿都爱吃，不是整个德云社都爱吃，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就是某一个人买过来，大家哇，每个人过来都冲上去，咵，都揣一口。那肯定是按斤卖的那种，一称一斤，脆的那种，炸了个什么鸡皮呀、啊，什么猪皮的，鱼皮，不知道啥东西。有没有逻辑鬼才？逻辑鬼才。那路上有没有脆的饮料啊？有点吃咽。脆的饮料。啊、可口可乐喝不喝嘛？找人跟你要。这都没啥东西，我买个彩票。好脆呀、啊！好脆呀、啊！刚大就没中。哦，这里还有吃的哎，锅记是这儿吧？锅记这个吗？这你们郭老师的那个副业。锅记不是不是，不要这么说，不是锅记，那是这个炸灌肠不？买一份儿。对了哈，你俩不说话了。我们刚刚你们买的时候，我们也没说话。没几家店了呀。是吗？不是这儿吗？就可以转啊，那边。然后前面还有，然后再往前走。是这个炸灌肠，你吃过没？北京的。我吃过。脆吗？它中间不脆。直接走了，中间不脆啊。在炸灌肠点一份回来，大家咔，所有人拿起来刷刷刷的吃，很合理。逻辑点菜，买一份。迪哥，你是真能吃啊！交钱啊，迪哥。走吧。啊，他让我往那边去。你先进去买，交钱吧。这个真不行。不是这儿吗？我觉得炸灌肠老秦就不会喜欢吧。这个不是那种从头到尾脆的，对，不好带炸灌肠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鸡蛋灌饼，外焦里嫩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待会儿再看啊。就是那个吧？哪个？刚刚那个。不是，你定好咱就买去。哎，整不动了。全是理发店了呀，这都。这还有吃的吗？这儿。顺着往前走。那是这家。这条街就到头了呀。没了呀。那还有一个。是这儿吗？都没有了呀。都要往那边去。这是什么东西脆呀？没了吧，这条街。那边是天桥。右边的摄影师都不拍咱们了。过了美食街了呀。对呀、啊。天桥剧场，香酥牛肉饼。哪一个？金八珍。驴肉火烧。我真不行了，有吗？这还。急眼。买不着了。那边应该没有了吧？反正这么说吧，迪哥，迪哥，迪哥，从现在开始，就截止到这儿。前面你们路过了是吧？路过了、啊、而且路过真的很久了啊，找不着了。来提一下提一下。我要弄他们了，我要弄他们了。啊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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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本来要打他们的，看搞得我现在很狼狈吧。说不，哎，哎，打人吗？哎，他吃，我这打人呢，来点吧，来点，要辣椒。我这打人呢，我是打人，杨迪吃辣椒，吆喝。说问，打乱我的情绪，重新做戏，快点，告诉我们都累了，咱玩游戏得了，行，咱们公平点，真的找不着了，你们俩决一个胜负，甭管用什么游戏形式，决一个胜负，赢的人，我们告诉那个赢的人是什么，他去买，输的那个人继续找，继续找。我们剪刀石头布、啊、就是这个，这个往前挪步子下不是这个啊。比如说我们俩脚尖先挨着嘛，我赢了我就往后退，然后你的脚尖就往前送，
我知道。谁下不去叉了，谁就输了。预备，开始剪刀石头布，我们走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已经快输了呢，怎么这么远？剪刀布，哎，妈呀！剪刀石头布，妈呀！啊！哎，我脚好挨着了。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完了！你来这儿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啊！哇，还厉害，还有剪刀石头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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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认输吧，不行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煎饼妹妹压我的腿，你把我狠狠往下压。哎，我快看着他那只脚。你把我的腿挨着他的脚，你把我的腿挨着他的脚，拿过去。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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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好。闹逼！陈卓璇，告诉我是什么，直接把他们俩气晕。来。比划猜几个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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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字，三个字。第一个字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圆的圆。第二个字，粗，往外冒，圆冒，圆冒，圆尖，圆绕。吹吹，灰灰灰飞烟灭。第一个，你玩心太大了，说良心话，这他今儿还得玩赌气。火火，打火石，打火石，打火石。口音说爱吃大火石，火烧，圆圆火烧，圆火烧，就是这个。租的这个，我们去德云社后台等你。周璇加入德云社了哈，突然之间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哇，这地儿不好走，我走这儿外面。都到店门口了，我都。圆火烧。哦，就在前面了。圆火烧是在头那家吗？这没看见他们家。糖火烧，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圆火烧的东西？圆火烧，这是椒盐的。啊，椒盐的哈，我懵了，不是圆火烧吗？它没有这个东西叫圆火烧呀。什么是圆火烧啊？不会是头上那家吧？圆火烧。哪有什么圆火烧啊？你们俩决一个胜负，我们告诉赢的人是什么。炸灌肠。这什么？圆的圆。火火圆火烧。灌肠几点关门啊？怎么让他关门之前能买着？那就看你怎么玩，你比我猜。哎，还是这儿清静。你没来过吗？我没来过，从来没来过。这火烧，火烧，火烧。你们这儿有没有卖一个东西叫圆火烧？只有这个大火烧哈。脆吗？不脆啊。好。是不是它是发面的那种哈、啊？不是脆的，那我再研究一下，因为我得买特别脆的那种。对对对，谢谢谢谢。根本就不是，他说一点都不脆，我们家，那就是那边那家。就他了。
四个，我不会再出来了。四块钱哈，好嘞好嘞，这个好脆的哈，咔，拜拜。嗯，给迪哥打电话应该打不通，迪哥现在在骑车。哎，真不接电话，骑车呢？哎，他不能接，对，他不能骑车接电话，这也违反交通规则。没毛病，咱们得想想人进来以后怎么办，道歉呗。对啊，你做代表。好。你要想好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们为什么来这儿？因为收到临时演出的通知，我们得留下演一个。真假的？那你是晚上不吃饭吗？我们一般上场之前都不吃饭。真的呀？那我们晚上还一起吃饭吗？我们演完了，如果你们没收工，我们可以再会合。那就是一会儿我跟迪哥要单独吃饭吗？我们俩可能在这儿就打板了，但是我肯定告诉你们啊，我们安排哪家餐厅，这样你们也好衔接下一期的飞行嘉宾。我要成飞行了。Sorry Sorry， 没想到要这么折腾一下。到了到了。里面让停车吗？这里边哇，这还有个签名墙。开门，你想下一个给迪哥比什么吧。我快别给他比了。还是你比我猜。我让他在这歇着，我赶紧去买吧。秦霄贤加油，何九华，我们在你身后支持你。秦霄贤，我一直在。德云社，秦霄贤，未来可期。秦霄贤，秦霄贤，迪哥来电话了。迪哥，开门。迪哥。我在外面把字儿都快读完了。说咱出去吧，出去吧，那就结束了。等会儿让我把东西拿上。啥意思啊？出去吧，不是咱们外边吃了就。我刚进去，他们说咱出去吧，是这个吗？其实不是哈。多少钱？四块。四块。别转了，别转了，没事儿。一块钱一个是吧？那个四块，这个六百多。这个这是什么？这是他们那家店的独门秘方，所有的。火烧撒上这个才香，给我弄点那个小渣，就那种不要的渣，我来。给你一兜吧。啊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吃着玩，吃着耍的。谢谢哦，还额外送了我一袋渣，一共604。你把配方要来了？哦，买了，配方也拿了。迪哥，别喊我，转给我。那个共享单车停哪儿了？怎么说呢？没完了哈，到底是啥？他这个，迪哥，我们带你去吧，我们带你去，走，走，还没买对哈，等于说，嗯，炸灌肠，给您道歉，是炸灌肠哈，非常抱歉，是不是炸灌肠？是，而且是锅剂，就是这个炸灌肠，炸灌肠是脆的，这个真不行，不是这儿吗？老秦就不会喜欢吧？灌肠，但我觉得不可能，一盘炸灌肠来，德云社的朋友，哇，炸灌肠，好像不太会。你听这个 BGM 吗？天哪！哎呦喂！哥。啊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在哪儿啊？安排着啊。行，您给什么我们吃什么。好嘞，真熟。信了吧？其实就是炸灌肠，对不对？对。
上面这个蒜是铺满了哈，必须铺满。脆不脆就看瓷咬。煮着录其实有那声哈。还是慢。今天这个真的是好吃，有些软大大的，颜色还是特别黄，炸过了或者怎么地，可能是油，使用油的问题。油的问题，这最早就是猪油炸，但是后来呢，因为就是大伙追求这个品质，所以就换成了各种各样的花生油啊。猪油炸才香啊！说实话，反正我爱吃灌肠，是因为我搭档特别爱吃炸灌肠，我们俩演出就那个味儿啊，特别大。这个就是最好，就比如说我们俩一块演出，俩人都吃都吃都吃，我觉得这是尊重，就谁也甭见谁了。你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吃的，我才吃的炸灌肠。但是真的是整个德云社都会，所以比如说我们这一场吃了，我们就跟别人说话，他说你为什么吃炸灌肠，然后他们就去买，所以一般后台都整个后台都是这个味道。不是，因为对于我来说意义很重要的一点，其实是说，因为那会儿我才刚进队，那是德云社为数不多大家整个后台都爱吃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我在吃它的时候才感觉到，融入这个集体竟然是因为一个炸灌肠。对，所以炸灌肠对于我来说非比较有意义。虽然说你们有的时候会在这儿来聚餐，我们最常吃他家是他在我们后台门口卖的时候啊。你看到就是你走在那儿，咱们最后站在那儿说那些话，身后有一个长长的小巷子嘛，小巷子的外面他就在那个地方卖。嗯，他以前是个小摊位，专门卖炸灌肠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再来这儿进来心里还挺有感触的，看着他一步步从一个小摊位变成这么大一家店了啊。对，以前的小摊现在成店面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也变成现在这样，对吧？可能见老板机会也少了。所以真就是这个店，我们为什么觉得有感情，就是好像是我们陪他变成这样，但是他也陪我们走到现在，所以感触还挺深。光顾着吃他们的炸灌肠，可以邀请他和我们去德云社看演出吗？哎，说说你们要看相声，我看过吗？我还真没有看过。我也没看过。你们要真的去看的话，票我们也买不到。不是从后台把门打开了吗？在后台看啊。不行哈。对，你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嘛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看我们哥俩演出啊？那你们最近什么时候演出啊？你们什么时候看我们什么就能演。反正如果有这个需求可以提前告知你们啊。嗯，好，来来，此时此刻可口可乐。接下来我们就去探究一下这个001到底是什么东西。001见。哇，刚才你没怎么吃哈。我没怎么吃，都是那种蒜味很重的。对，现在我跟你说话没有味吧？我都不敢大喘气。我不敢说有味，我刚刚做错事儿了。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现在你没做错事儿，这不就是综艺吗？综艺最能凸显人性了。凸显出迪哥宽宏大度的那个人性。没有，我没有原谅你们。到了001。这条叫翠花胡同。哇，这个胡同好有感觉哦。这有彩灯，这家是不是啊？胡同餐厅，不会又是那个面茶那种吧？不是，但是也算
隐藏菜单其实很隐藏，是不是啊？阅兵，中国个体第一家，我天哪！第一家个体户的那种餐厅，对上了吗？所以是零零一。哇塞，是不是感觉很厉害？是感觉。Anybody here? Anybody here? 第一家个体户说英文。哎，你好，四位，四位来里边请。好嘞，好嘞。哇，第一家。1980年，比我还大了一岁数。这个店，他一直都在这个巷子里面啊。对，酒香不怕巷子深嘛。你来过没？谁来过？之前来过，你来过，你也来过。他带我来的，就是小时候的时候就有所耳闻。不是，我真是长大以后自己，就是我自己发现的。你也喜欢研究，其实对吧？对，因为他这个身份比较特殊，说第一家个体餐饮。因为以前餐饮都是那种国营，对，国营餐厅。对，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。嗯，所以这种就是自己家开的。对，这纯粹的。但是那个时候敢这样自己做生意，也是需要一些魄力啊，我觉得。对。哎，你们看他们那有个奖杯。像不像我的一首歌叫《无尽之雨》？倒过来看像胯。你俩这打歌方式太硬了，太硬了。得了很多奖，得了很多奖。你看看，全国先进个体商户，携程美食林。哎，打扰一下啊，蒜泥肘子，锅塌豆腐盒，眼睛白菜，这是我们招牌的招牌菜。我喜欢吃肘子，当然那个吗？你知道吗？四川那边喜欢把肉煮了凉，白肉，蒜泥白肉，蒜泥白肉，肉反而凉拌，有的时候特别好吃。嗯，我如果没有那么撑的话，我能大炫特炫，我喜欢吃。就你能吃完这个，吃一个这个，这个，哦，真的，这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哦、来，塌豆腐塌起来，锅塌豆腐来、嗯。它有像鱼香茄子那种做法，那种好神奇的味道。嗯，带一点点甜，还有一点点酸。嗯，不是那种嫩豆腐，是那种卤豆腐。卤豆腐。他家的菜，我觉得就是。别人家没有，嗯，比较独到，嗯。肚丝，这个真好吃，这个这家店可以。这厨师有四川人吗？嗯，对辣的味儿的刚刚好。嗯，这个我真的说不出来这是哪里的菜系，但是有的时候会吃出川味儿，吃出那个上海菜的，就比如像东北菜啊。对，这个是东北菜，然后说像妈妈做的，就每一个菜都可能融合了一些别的菜系的口味。嗯，他们还真的不像我们吃到传统的那个北京菜的样貌。对，哪些菜是你之前来点过的？几乎每一个菜，因为来过好多次，可能会错开样点。然后这个我是每次来都会吃的。嗯，
对，你看那个，那是一次就觉得他惊艳到了，对，而且量也不是很大，所以他能屹立不倒到今日是有原因的。今天你们去的那个天桥那边那个德云社是你们经常演出的地儿？那是总部。总部，有很久没去了吧？那个地儿。嗯，天桥好像是有一段时间。嗯，就平常没有什么，在那没有演出就已经没有再去。你们每次演完会有一些复盘什么的吗？就每次演出完事儿以后会有。会啊。这个比如说像我们俩刚打的，嗯，就会复盘。因为观众给到的反应很直观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该想的包袱，如果那一次没有特别想的话、嗯、之类的哈，你们就会回去，也就其实很直白。嗯，那地儿你没使对啊，那你说那话不对，都指着对方说哈。对，就肯定是这个状态，那地儿那句话你说的不对啊，那就没递过。你再想想你自己，我错了。对，有可能就反问，你再想想你自己，信吗？嗯。那你俩认识多少年了？四年了，咱俩真正搭话啊，才搭上话。那平时见不着面吗？其实每一个队跟每一个队见面的概率很低。哦，就比如说今天咱们去的那个后台休息的时间，嗯，我们在别的地方演出见到这个队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嗯，所以见到概率非常低。总有个机缘巧合，你俩怎么搭上话的？一块吃炸灌肠的时候。我俩第一回搭话是在，就在这个剧场，就在这个天桥这个剧场。当时是进五队，五队队长烧饼，他给我讲活，给我讲我该怎么说报菜名，怎么表演节目吧。啊，我在那背，然后饼哥在那说，他从边上过去了，嗯，前不登说这么一句，哎呀，你就甭听他的，就这么过去了。因为我来的年头早，嗯，所以跟饼哥相对熟一点，嗯，所以可能敢开这种玩笑。嗯，但当时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这人很自不很然。他说的也是真的哈，当时。现在我也是不拿这当玩笑。这是搭第一句啊，然后我就有一年没演，再回来的时候，正好我去报幕，然后没有搭褂。嗯，我大褂还没有做好，正好那天他演出，我就跟他借大褂，借了我两身。大褂呢？丢了。你多吃点，饿了吧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怨你这事儿。哎，那两身大褂正好有点不合适是吧？有的时候缘分就是一瞬间，他们俩不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九华哥对老秦说了一句话，突然间就搭上了这个缘分嘛，所以觉得珍惜每一个生命中有缘分的人吧。我俩是因为台上的演出啊，或者是台下的爱好啊，就聊到一块儿去。所以台上不管是通过眼神啊还是肢体语言，这可能也是两个人一个默契的存在吧。饭都到嘴边了，你得吃。两天一夜的北京美食之旅就是落下帷幕了哈。嗯，说一下感受。我作为北京，我觉得上面是三个字最好，叫尝尝看。尝尝看。对，我觉得你不用去相信任何人推荐说这家美食有多好吃。对。对。但是你也不要相信说谁说我去过，不大好吃。对。我觉得你去尝尝看，一定会有你自己喜欢的那道菜。我就是一般到哪个城市很喜欢去探究一下他们当地人吃什么东西。嗯，很多食物肯定会根据城市的一些发展慢慢就啊，好像我生意没那么好怎么样，就慢慢淘汰掉了，或者去追逐一些新兴的一些做法了，根据不同人口味进行一些融合。我觉得这家店就做得很好。
刚开始个体性可能风险比较大，他们是坚持有自己的创意在里面，然后可以一直存续至今，是因为他们一直有一批忠实的受众，属于非常传承的。你看我们去的那些店里面，有很多特别北京的人都在那个店里吃了那些他们记忆中的食物。对，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吃一些餐厅，你长大以后再带一些朋友去吃，他们说哎，有那么好吃吗？但是那个时候你吃那个餐厅，你会觉得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。对，有的时候吃那一家店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吃那家店的味道，记忆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味道。对，此时此刻来吧朋友们，让我们拿起手中的可口可乐，谢谢我们北京的朋友请吃饭，来，谢谢。此时此刻可口可乐。好吃哎。好吃吗？一直在看那个。此时此刻可口可乐，本节目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微博进入朋友请吃饭话题页，边看边聊，探索当地特色美食美景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好样的。你当头炮。哇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吧。就是那个老北京炸鸡，就是那个老北京炸鸡。那我来这儿干嘛？我不知道来这里干嘛，我找到了老北京炸鸡。这个还真有，真的有事儿。然后就没了，一下就没了。真假的？我要成飞行了。不知道。